你讲他没人走进来。哎，我说不要扯头发，他拿棍子打我。远景到场，女子气得告状，遭陌生男子无端攻击。他一直踹，用嘴手一直打。来。互不相识，男子却对女子动手，他手上的木棍被抢下，警方跟热心的民众合力将人压制，而远景抵达前，附近店家先当救兵。你多要拉扯啊，拢伊就讲个门口啊，惊个无好走啊，按照这样子话，应该报警。事发在高雄林园区，监视器拍下嫌犯23号中午出现在鸟店附近，捡起地上的木棍走进店里打人。附近的店家听到，冲上前劝阻，有人拉住嫌犯，有人帮忙报案。44岁的黄姓男子原来是冲着鸟店老板而来。哦，10点我怪搞门啊，你得咋报？嗯，门口隔壁几点开？嗯，未交流的，我讲阿都爱过到背后来开啊。44岁的嫌犯花了10000多买了一只鹦鹉来养，事后不想养了，拿到鸟店卖，老板以4500元收购，他认为价格太低，酒后越想越火大，冲回鸟店要理论，老板不在，朋友在店里喂鸟，老板的女儿顾店，嫌犯愤而拿棍棒攻击2名女子。早上有去，因为店没有开，他后来是去看到店已经开了，卖鸟的纠纷，黄姓男子认为店家低价收购他所养的鹦鹉，心生不满，然后酒后就要去前往理论。不满收购价，在交易时嫌犯当下没意见，事后又反悔，到鸟店动手打人，就是理亏。TVBS 新闻，艾昭贤，高雄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